我要做什么呢？这只钥匙是放不进瓶子里面去的，我没看得到，因为这个上面比较宽，瓶口比较小，是放不进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。嗯。今天的题目是呢，谁可以把钥匙放进这个瓶子里面？现金十万。来，十万，谁要先试试看？不能把瓶子弄破。张善伟，张善伟，张善伟，张善伟哥。拍戏拍那么久，哎，你别敲破了。用力用力！哦，暴力，瓶子没破，你手断掉会破哎。不可能啦！不可能啦！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啦！不可用你们的想法啦！开始外面去分我。哎，对，钱呢？钱呢？哎，不见了。可能吗？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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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十万块又神奇的出现。我放弃。放弃。不可能啊！那这么大。对啊，因为你们是凡人，一点诚恳都没有。因为你们是凡人，好，仔细看。真的吗？要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好紧张哦。一、二、三。还没有啦，扣十万。有开玩笑，要把钥匙放进去呢，不能直接这样放进去，我们有东西要使用。啊，面纸。面纸，帮我拿一张出来。好，给张善伟看一下。看面纸。对，确定它是没有任何问题。没问题。仔细看。第一步，先把面纸盖在瓶口上面。然后钥匙，好，你可以看到钥匙有一半在外面，有一半在里面，对吗？嗯，对，没错，看得到，有看到钥匙了，看得到，有，之前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